落下来，啊，好，现在转，松，你看，你的膝盖，你看，站立这条腿的高度不能变，整条腿都不要让它有活动，只有这边，不要这样子，你看。这样就没有了，这样就错了，是不是？不可以这个样子，不可以这个样子，不可以这个样子。啊，力量下去，定住，你看，只在这一段，只能在这一段，只能在这一段动，能不懂？自己去挑战一下。老师，转出去之后回来是要慢慢放掉呢，还是继续让它拧回来？把它拧回来。拧回来，不要训练。训练是一种，我们用自然力的话是到这边拧住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回来一放。他是自然回来嘛？他不是，他在练功是，这个出去，是不是？回来的时候还是把他用胯带回来的，他不是放掉的。两个胯是同时转吗？这个是被带，这是被带动的。主要是这个在转。主要是这个。所以你的全身只以它为一个，以一个核心的轴，只以它。这个是被带。对，你其他全都被带的，因为你是松的嘛。我身体其他地方全都是松的。这个是核心的齿轮，我们讲它是一个核心驱动轴。驱动点，在这边，其他全都是松的，所以你其他地方，你看。都是因为它转，对，都是因为它，其他你看，驱动所有的，其他都不管，其他都松，看不懂，所以你也不要这样，不要用胸拉，不要用肩拉，因为没有抓到，其他都松，所以它会非常酸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其他地方都是松的了，你的重量完全在这条腿上面，看不懂。回到家去玩一下，去练习，啊，很累的，你做不到十下就烫了，腿就烫了，啊，好，稍微休息一下。